这里有谁看到我的袜子了吗？你把袜子放哪儿了？我要是知道它在哪儿的话，就不用到处去找了。啊，真的是哪儿都找不着。你睡椅下面找了吗？啊。宙斯，快下去！快点儿，快走开！啊，天哪，这只狗实在是太笨了，弄丢袜子的又不是它，它只是耳朵不好，不是笨，它上年纪了。那这条狗不要了。什么？你们怎么了？它现在这么老，对我们又没有什么用。换条新狗吧。那怎么行？开什么玩笑！不能这样，我们爱它。宙斯，山努亚，变老或变旧，并不说明它就没用了。事实上，旧的东西有时候还能救命。得了吧。你有没有听过阿布卡西姆的臭鞋的故事？他的什么？卡西姆是位富翁，住在一座华丽的豪宅里。苹果，卖苹果。很可惜，他并不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要苹果吗？快给我走开！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，朋友。你说谁是你朋友？走开！早上好，卡西姆先生。早，纳加尔。我叫。纳兹姆先生，你是我这儿的勤杂工吗？不，先生，我是您的花匠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个嘛，这双可是我的幸运鞋，先生。哇哦，我看这只不过是双臭鞋，快给我脱了。可是先生，这双鞋已经跟了我30年了，所以你就更应该马上把它扔出去，千万别让我再看到它们了。快把他们拿走！纳兹姆继续忠心耿耿地为卡西姆服务了很多年。然后有一天，老人在熟睡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阿布卡西姆，你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纳兹姆哈马德的律师。那是谁啊？为您工作了30年的花匠。哦，他想干嘛？他想将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留给您。是吗？是什么？金子还是珠宝？他将这双鞋送给您。我可不要这鞋，你留着吧。很抱歉，先生，他们是您的了。为什么那个疯老头子认为我会要他的臭鞋呢？对于这双鞋，卡西姆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把它们扔掉。救命！快来人呐！快点找医生，他受伤了。阿布卡西姆，你砸伤了这位可怜的妇人，罪名成立。我现在命令你支付他500金币作为受伤的赔偿。我居然要赔偿500金币，这太可笑了，法官大人。你说的对，改成1000。什么笨法官？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？1000金币，他是疯了吗？嘿，阿布卡西姆，这件证物我们不需要了。我可不要这双邪恶的鞋子，他给我带来的只有麻烦。你留着吧。我没有权利留下他们，他们是你的。讨厌的鞋子！都是他的错，对，就是他干的，是他干的，是他把船弄沉的，对，就是他。阿布卡西姆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支付5000金币，用于赔偿你对这艘渔船以及对码头造成的破坏。
哦，还有卡西姆。什么？鞋子你可以留着。卡西姆认为，要彻底摆脱这双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埋在森林里。应该够深了，把鞋放进去。哼，不会有人想到来这儿找的。我们再去多投点回来。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臭鞋子！这回我就彻底摆脱你了。等我把你给埋了，100万年都不会有人找到你了。嘿，你在干嘛？给我离那个地方远点儿。这是我挖的洞。哦，是吗？让你尝尝厉害，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，他已经知道我们藏宝藏的地方了。见天献地终于结束。卡西姆不愿意再冒任何风险了，他最终决定要把这双鞋子烧成灰烬。很好，嘿，快把鞋还给我，我要烧了他们。这双鞋救了我的命。哦，这双鞋太臭了，你应该把它们给扔了。虽然纳兹姆的旧鞋又破又臭，但是卡西姆穿上它们之后，觉得这双鞋既舒服又合脚。不仅如此，这双鞋还给他带来了好运。他用保险金重建了被烧的房子，每天卡西姆都会穿上他最爱的鞋子出去散步。早上好。今天天气真好，你好吗？你看，虽然有些东西变老变旧，但并不说明它没用了。这故事是不错，桑鲁卓，但还是不能帮我找到我的袜子，不是吗？哎，袜子找到了。我的乖狗狗宙斯，我就说这是一条好狗嘛，要是没有它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哦，你是最棒的狗狗是不是啊？哦，没错，你这条可爱的小狗狗。不过等一下，我的鞋子到哪儿去了？我的鞋子不见了，有人把我的鞋子拿走了，他们昨天还在这儿呢，我看到过，他们就放在这儿。有人看到了吗？居然不见了，到底是谁拿的？